外线这个空档三分球出手不进。哦，包提杰这个篮板球抓得非常棒，对，205公分的身高就是摆在那里啊。再出来外线宋宇轩的机会出手得分。他是微波炉哦，这个赛季大家请注意了，他就是 Jamal Crawford。 上赛季宋宇轩其实在金门球场啊，可以说是本土得分的第一人了。在第一节后半段他替补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球，这球再分出来，宋宇轩到篮下左手插板进。哦，宋宇轩极速小子，你真的要会用他。去年在台湾银行球队，抢到底角外线又进了，再来一颗。哦，微波炉啊，对，哇，这个球传到对方的手上，富邦前面是快攻的机会，轻松的上篮球进。好，我们在场边要访问到的是宋宇轩了。上半场球队取得领先，先来谈一下球队的进攻。其实你上来替补上来之后呢，外围出手也蛮有信心的，谈一下进攻。其实苏哥没有给我太大压力，他说有空档的话就尽管出手。对，那其实在上一季打完之后啊，我们有听到就是说你有点想要说暂时离开这个战场，今年是以什么样的心境出发？还是一样啊，收拾一下自己的心情，然后重新来到一个新的团队里面，然后找到自己更好的定位，往自己更高的层次发展。对，防守的部分，达兴有个226公分的洋将，你们在赛前有没有针对他做什么样的防守策略？没有，就是交给李恩自己守。好，谢谢，祝你们下半场继续加油。